开始，开始哈、哦。我现在提供一个糖尿病的药方哈、哦，是我妈妈发现的时候750，我先生也得了糖尿病，发现的时候450。可是我妈妈跟我先生是同样这个方子吃不上根，这西医来讲他们是不可能上根，可是事实上他们两个人是上根的。那我提供这个方子以后尽量长做生剂，那去做生剂以后呢，他说做生剂不能用维生素，他糖尿病的秘方里面就需要放维生素，就需要那个白皮肤量。哎呀，还有那个，我们在这边讲那个我们在这讲，一般呢、用煮的话只要放尾椎骨的半斤、40度的米酒几碗，这样子煮煮到尾椎骨烂，就这样吃。其实我妈妈真的就这样吃，就断根了。可是我提供给胡庆栋长的那个做生计那个，他是讲说是不能用生尾椎骨，因为做生计尾椎骨会臭，所以我就跟他改在用那个黑豆跟山药，其实山药跟黑豆也是补肾的一种，那跟维生素的意思差不多，所以他用这个去做做一做，给他在台北的弟弟吃，他也都吃断根了，这是很好的方式啦。西医来讲是说不可能是断根，那事实上我介绍给很多人吃都是断根。那你说黑豆跟那个？山药是分量的没有关系吗？你刚刚都有说分量要大半差不多一样啊，差不多3-4两这样子啊。你要吃素人就可以用这样子，吃素人就可以不要放尾椎骨，就放黑豆跟山药，量几个，差不多4-5两、3-4两这样子。山药是新鲜山药吗？新鲜的。新鲜山药。最好是红色的。红色的山药。最好是红色的。红色。这个方子真的，我介绍出去的是救了很多。对啊。我曾经，去看这个灯怎么样？我曾经用那个北极锅烟拿了。一斤在花莲那个地方，夏天是太阳很大，我拿到屋顶晒3个月不会干。它生命力多强。这个东西。好，谢谢你。你这个方子是哪来的？我妈妈在刚开始在生病的时候，公演人家的欧巴桑提供的。我方向提供的，是人家家祖传秘方啊。这好，真好。好，那就谢谢你。因为我正好有朋友有糖尿病。别说朋友了，认识人有人需要就可以帮忙人家一下。我给他放在网站上，大家就会听到。我把它放在网站。让大家去试试看。一定会很。跟你讲，就不是说是一两个好而已啊，是很多人都好。这样。人那个火力作用就是让咱们弟弟都很好，你说那你不得问，你会问那边问。好，谢谢你。